我们现在在同心休息站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。然后我发现这里旁边有一个步道，洗手间在这里，然后步道在这里。但我不知道步道下去有什么。我们到我们今天的主景点了，然后呢，这里的停车场非常的大，我看到这边还有在扩建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往商店街前进。商店街有卖爱玉农特产品跟一些熟食。商店街左转就是洗手间，先买一杯爱玉吃了，点了柠檬酸梅口味。一路上是时间，旁边有个小型养鱼池，鱼好大哦。杉树是长在树上的吗？这个就是苦茶树耶，而且它旁边有果子。从阿达爱玉滩出发到蓬莱瀑布大概900公尺，沿路都是很好走的路，努力向上的毛毛虫。
到了一个岔路，继续往前走，路还蛮宽的。这个叶子好特别哦，红红的。距离瀑布还有300公尺。到旧蓬莱缆车站了。以前缆车是可以直达瀑布，但是因为921地震停驶了。这里有个岔路，往右走，基本上两个岔路都可以到蓬莱瀑布，但是呢，我建议走蓬莱吊桥。蓬莱吊桥这个路线比较接近瀑布区，所以风景比较丰富。吊桥走起来还蛮稳的，而且从这边看过去又有一个小瀑布了。吊桥走出来了，一出吊桥后看到超多瀑布的，1、2、3、4、4条，看到恐龙跟骆驼了，它算是921地震前的装置，溪水都是沿着岩层流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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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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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。然后右边呢，这个斜斜长长的斜瀑就是以前的长谷川。蓬莱瀑布位于竹篙水星中游，瀑高约有100公尺。瀑布真的好壮观哦，不愧是草岭第一景。再下一步 ，OK， 走。好漂亮哦，超级壮观的草岭第一景。哇，我刚刚想喝爱玉，就发现空了，我只喝了2口。那我们现在往第二观瀑区前进，第二观瀑区应该会更靠近瀑布哟。第二观瀑区到了，先师上有木栈道。通关景区才可以感受到一丝丝凉气。我们刚刚有去石阶拍一下照，意外的拍起来蛮好看的，妈妈也想上去拍。拍得很漂亮哦，我看我看，哇！我们要回程啦。
爱玉在呼唤着我们。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百香果加梅汁。我回来了吼！我回来了。这是蓬莱爱玉餐的熟食的菜单，今天没有高丽菜，所以我们就点了刺瓜、苦茶油面线跟苦茶油煎蛋。谢谢。这个是山上的气鬼啦，刚刚吃了一个，觉得很清甜。苦茶油面线是纯手工做的，吃起来还蛮有弹性的。这个是凤梨炒木耳，木耳吃起来超脆的。哇，香肠到了，还可以吗？香香的，脆脆的，甜甜的。香肠来了，来试吃。偏甜的。偏甜的。南部口味。刚刚在爱玉摊买了高山段木耳，就是我们刚刚吃的木耳，我觉得蛮脆蛮好吃的。这是脆笋，刚刚有试吃，超级脆的，买了六包。然后这是苦茶油面线，他们纯手工制作的。这个是百香果，他用报纸把它包好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两圈圈英雄步道啊，看到。这里有一个两洞洞英雄步道，步道就在那里，步道对面的停车场蛮大的，山景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在石壁仙谷跟圆心池瀑布这里的停车场，这里也有卖爱玉的店家。石壁仙谷30公尺，那我先往左边这里走，入口就在这里，前面有一片梦中竹林，走路不到3分钟就到了。石壁仙谷到了，有人在那里钓鱼耶。右边这个竹棚叫南天馆，溪水就沿着岩层潺潺的流下去。石壁仙谷就是一个倾斜的大石壁，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穴。一跤，来这边要小心，路是会湿滑的。对对，是滑的，小心，它是滑的。这里有一个小瀑布。暂时到南天馆避雨。
鱼下的越来越大了。坐在上面可以看到河床上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穴，越往后面走的话湖穴应该会越大。